在无线处境喜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入面饰演细龙山的郑世豪，传出因为价钱问题拒绝续约。如果消息是真的话，细龙情侣就会完全绝迹《爱回家》。而细龙太陈思琪自从离巢之后亦工作不断，近日现身酒楼为一间公司周年庆表演，见佢着上闪片紧身短裙，尽晒美腿好身材，佢又跳又唱，相当落力，现场气氛亦非常热闹。陈思琪曾经自爆在无线饱受委屈，佢表示拍《爱回家》期间好多人想教你做嘢，但似乎是为了踩低人抬高自己，更公开俾人讲粗口出言侮辱。